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太极二章第一步，左侧转身呈左前侧钉子步，左手下格挡，转身时左手搭在右肩上，迈左脚，当脚步完全落地之后，双手在两拳交汇处下格挡时发力，做左侧转身左手下格挡动作。太极二章第二步，迈右脚向前侧呈右腿在前弓步，右手直接冲拳，注意迈脚时弓步不要太小，做冲拳动作时不要送肩，切旋转冲拳。太极二章第三步，以左脚为轴向右后侧旋转，转身180度，转身同时右手搭左肩，做右手下格挡动作，当身体完全转向右侧时，双手做下格挡交叉动作，在两拳交汇处时发力，右手挡至腰带前，左手挡至腰带间。太极二章第四步，迈左脚向左前侧呈左腿弓步，左手冲拳，迈脚同时做冲拳动作，右臂做带拳回拉动作，左手旋转冲拳，冲至领口处。太极二章第五步，以右脚为轴向左侧转身，做左侧转身右手中格挡动作，转身时右手举起准备做中格挡动作，当身体完全转向正前方时，右手挡下。太极二章第六步，迈右脚向前呈右前侧钉子步，在迈脚同时左手举起准备做左侧中格挡动作，当身体完全站稳之后，左手下压变成左侧中格挡。错误动作一，太极二章第一步常见错误动作，转身的时候没有把左手拉至右肩，做标准的下格挡上拉式动作，而是在转身的时候直接把左手带到相应下格挡的位置，做了一个类似下格挡的动作。错误动作二，转体时双脚直接原地转脚，变成双脚平行姿态，导致身体扭曲，没有重心，站立不稳。错误动作三，太极二章第二步常见错误动作，弓步时冲拳送肩。错误动作四，太极二章第三步常见错误动作，在转身做下格挡动作时，右手没有拉至左肩上，做标准的下格挡姿态，而是随着身体向右的摆动，把手臂摆到对应的下格挡动作，类似于下格挡的正确动作。错误动作五，转体时右脚没有迈向标准位置，而是向右前侧小迈了一步，变成双腿平行姿态，导致双腿扭曲，重心不稳，无法还原等问题。错误动作六，太极二章第四步常见错误动作，迈左脚弓步时冲拳送肩。错误动作七，太极二章第五步常见错误动作，右手中格挡没有做外展和内拉动作，而是向前做了一个右手勾拳，类似中格挡的错误动作。太极二章的第一步与第二步实战应用，当我们的身体左侧遇到对方出横低腿进攻且收腿时，我们选择采用太极二章的第一步进行防御，第二步进行进攻。当对方采用横低腿进攻时，我们选择转身左手下格挡，当对方落地迅速收腿时，我们采取弓步直拳冲拳，此时正好能击中对方。太极二章第一步第二步实战演练，选择两名运动员，一名运动员做防守进攻，一名运动员做身体侧向横踢腿进攻。身体侧向横踢腿进攻的同学站实战室正式，站在练习同学的身体左侧进行横踢腿右腿进攻，此时
练习下格挡的同学转身进行左手下格挡防御，当踢腿同学踢到对方时，脚落地迅速收回，保持空间状态。练习下格挡防守同学迅速弓步冲拳，打到对方手臂。在训练的过程中，我们选择10次到15次的交替训练，练习完之后，我们相换对手。